香港国安法关于追诉力问题的规定，与国际上刑事法律的通常的规定是一致的，就是不溯及既往，这一点是明确的，也表明啊，我们这部法律呢是遵循了现代法治原则。同时呢，要指出的是，香港现行有关的法律当中，这个现行法律包括我刚才讲到的，刑事罪行条例啊，还包括这个涉贪条例、公安条例，官方机密条例等等，都有涉及国家安全方面的一些规定。应当运用这些法律的规定来惩治已经发生的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行为。